者洪瑞晴台南报道，今年教育部高教司整合推出新南向计划，强化与东协及南亚国家合作交流计划，康宁大学配合举办夏日学校来台交流，顺势搭上新南向政策列车。这次交流活动有26名马来西亚学员来台学习，课程涵盖高龄健康相关产业认识与学龄前交稿专能力提升，也参访台南优质教育机构，让学员对台湾幼儿教育与健康照护产业有更深认识，借由课程与参访经验对学员有所启发，并应用在未来工作场域。马来西亚籍学员黄宝婷在今天结业式分享心得，他表示难得有机会来台学习，了解台湾对于婴幼儿保育的专业知识和技术，也认识健康照护管理的重要性和市场前景，非常实用而且新鲜体验令他感到开心，希望未来有机会能再来台湾。康宁大学表示，透过夏日学校计划深化东南亚国家的人才交流及培育，扩大各国的优秀种子来台学习，并进行文化交流，经由学术课程及运用多元化学习管道，观摩台湾运作模式，提升东南亚国家幼儿教育与健康照护产业管理品质。